手跟一些实况组都在这边。开始社恐了吗？这里就是有饭店、玩的地方、购物地。这里有点太大面了，我刚刚走错门口，然后遇到踢馆的。我们玩到最后一刻才走，你们看，没有人。很多都卖完了，昨天应该排的。正片准备开始啦！嗨，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即将出发前往韩国首尔观看特赛英豪的冠军赛啦！要莅临现场观看，觉得很兴奋。到了首尔 check in 完饭店之后，会参加 Rise 的 party， 到时候再大家去看一下。韩国见了，我要先吃东西。凶哦！应该是有很多选手跟一些实况组都在这边。你开始社恐了吗？回饭店了。今天的总结呢，就是参加我们的 partner 的 happy hour， 然后结束之后呢，逛逛，非常期待明天呢去会场有什么周边，期待。那明天见啦，大家早安，我现在要去会场了。今天的 OOTD 很可爱吧？昨天买的，我要想睡觉。这台北车站的那个，大家打宝可梦要站黑或白那边。这里有点太大面了。那里面呢，就是游戏区，然后游戏区的话，就是让赛前啊一些玩家或是选手们可以事先体验看看，或是消磨一些比赛之前的时间来使用。那我们现在就先进去体验我们的 FanFest 现场吧。
2 1 Action。好难睡，疯掉。我们玩到最后一刻才走，你们看，没有人了，已经没有人了。我们今天体验到了所有的游戏几乎啦，除了中间的那个电竞区，因为这实在太多人，而且我刚才是射箭的最后一位。那今天时间已经结束了，明天有时间的话再看看，就是专访的人，就是可不可以合个照，还有。周边商品。哇，看一下排队的人龙，看。谢谢。谢谢。哇。手灯是同步中控的，看大家蓝蓝黄黄的，那就是中控手灯。넌그의한수가르쳐줄까작지못할상대는쫓아오는게아니야第二天，我们今天准备要去会场啦。然后昨天没有拍到，就是周边，因为我们在那个 Fan Fest 玩到太压线了，直接玩到底，所以那个周边的部分已经。那希望今天我们去会场的时候可以买到周边。那我们等等会场见啦。然后遇到 T1 队。我今天的票是坐在 VIP 区。We have going down. Oh my god.VIP 区呢，就是有自己专属的礼物，然后选手在上，后面是满满的观众。在 VIP 的现场体验，感觉非常的好，因为整体的感觉实在太震撼了，而且有自己的专属礼物，而且我们离选手台超近。
所以我现在要来搜刮周边的，很多都卖完了。买到的很少，都收到。昨天应该排的。到时候会抽个南瓜给大家。最后一天，那等等我们就要准备出发会场。今天天气超级好，应该是会有点热，还好今天穿的就是比较凉一点。到时候到会场，因为大家一定会热血沸腾，所以我们还是会带一件小外套去吧。等等可能会有一个采访的环节哦，有点小紧张呢。第一次在国外的比赛参加受访的环节，不知道今天冠军会是谁，然后会打多久。希望呢是非常精彩。今天究竟支持哪一队呢？跟大家说好了，到时候采访大家就知道。那在我们出发之前呢，我们应该会吃个小东西，然后再出发会场。比赛呢是4点开始，所以我们采访时间可能就是比赛之前。今天会提早抵达会场，现在就要准备出门啦。现在应该是空景的画面，没有声音，但是我还是继续讲好怎样？怎样啊？留言，还要向剪辑师，我把这边备注写，就是抢名 ，I love you。现在有点塞车，出了香港鬼步。再度客气，很帅。
12分10天，明天。
It's not a line, man! 超过100分，还好我买周边商品，虽然我没有买到娃娃，有点小残念，留一点遗憾。希望我们下次还是可以，就是再来看一下现场的比赛，也很想跟大家分享这次的冠军赛的这个分享，就是差不多告一段落，我真的非常开心，然后也非常恭喜冠军赛的队伍 ，TH 打的也真的非常好。其实一开始在大比分的情况之下，就是又逆转了回来，就是让大家就是观众的心情跟着起起伏伏，起起伏伏，而且也遇到了非常多其他的实况组啊，然后 YouTuber 还有其他各个的选手们，然后可以交流到，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。好啦，那如果你喜欢这次特战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那如果你喜欢特战这次哪一个环节，也留言让我知道一下吧。还有，你们觉得新角色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很期待你会不会玩新角色呢？也让我知道一下吧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感谢您的收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